还有没有新的？是大家都让你进来。我拍到的时候再问他。没有啦，你三天有一个会啊，你停下，看我。你停下讲讲啊，我都还没有办法。小刀松来，小刀松。你现在哎，喜欢你来就好，然后之后再进来。你要躲。你提前两个月。且克服疫情，除了要谢谢站在自己单位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在现场的每一个您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保护台湾的平安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360度的轮状烟火，搭配花朵缤纷的绽放，展现万物复苏，欣欣向荣。世界看见台湾文明展翅国际舞台，绚烂美丽绵延不绝的七彩变色烟火，象征台湾文明守序自律、多元包容、科技创新、民主自由，精彩灿烂要耀眼国际世界。幸福美好，我们看到呢，环抱大面积的圆形，扇形的烟火的收合相当的美丽。待会儿呢，会接续以狭草的烟火，装醉爱与希望，传达我们对于世界、对人类的爱与关怀，祝福2022全世界人类幸福安好。
彩绽放，一起迎向2022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展翅的烟火划破天际，向前希望与梦想展翅翱翔。我们可以看到景观花树、无畏烟火、大面积、大维度、大视角。璀璨启发，绚烂收尾，2022精彩绽放，一起迎向爱与希望，美好未来。大家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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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真的很感动哎！也再次的谢谢。我们在这边跨年，真的太感激了，太感谢了，真的感动哦。